第169集，内院三弟子对于魂咒的免疫力明显要高上许多，就连马小桃也是点燃了一根，毫不在意的吸了起来。预备队众人毫无办法，只是一个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点燃了雪茄。霍宇浩叼着粗雪茄，何菜头亲手帮他点燃，眼中还流露着几分坏坏的味道。霍宇浩吸了一口，浓浓的烟土气息顿时令他嗓子一阵发干，不自觉地咳嗽起来。他只觉得自己的七窍之中瞬间被雪茄那浓浓的香气所充满，虽然呛人，但味道却并不算太难过。也就在这时，霍宇浩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之海似乎略微震动了一下，紧接着一种难言的舒适感瞬间传遍全身，他的灵眸居然不自觉地闪亮起来。这可就是更是意外之喜了。霍宇浩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增幅绝对不只是10%那么少，这一刹那他的精神凝聚至少比平时高了15%以上。我靠，好爽啊，这是什么感觉啊？天梦冰蚕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从沉睡中醒过来了。这时霍宇浩也正好下意识地又吸了一口雪茄。天梦陶醉了，哇，好舒服的感觉啊，我只觉得全身所有汗毛孔都张开了似的舒畅啊，太美了，这是什么魂技啊？冰帝冷冷的声音立刻打击他道。你一个大肉虫子有毛孔吗？天梦陶醉的道。冰冰，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这种感觉对我们的灵魂有着很好的滋润效果，真是舒爽的不得了啊，简直要比睡觉更加舒服。冰帝哼了一声。哼，你除了吃就是睡，还知道什么？懒得理你。不过宇浩，这个东西对你的帮助确实不小，我建议你可以长时间使用，会对你的精神控制力提升有不错的帮助。事实证明了何菜头的雪茄增幅效果要比他说的更好。霍宇浩这边感觉到精神力大幅度增加，而另一边，当徐三石换成防御增幅长雪茄之后，他更是惊喜地跳了起来，告诉众人他感觉自己坚硬得像块石头，防御增幅起码 15% 到20% 之多。经过众人的不断尝试，他们发现相同的雪茄在不同人身上所起到的效果竟然是不同的。譬如精神系的霍宇浩就最适合精神增幅的粗雪茄，徐三石就最适合防御增幅的长雪茄，而贝贝则更适合于力量增幅的大雪茄等等。而第四魂技魂力增幅细雪茄就适合于所有人了。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利用他们施展魂技的时候减少魂力需求，这也就相当于变相增幅了他们的魂力总量。在雪茄给力的作用下，众人也渐渐在何菜头那倒霉的魂咒面前屈服了。反正何菜头的魂技能够持续2天时间，在他制造雪茄的时候不听他念叨就是了。不过有几人还是不太情愿使用这雪茄，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居然不是江楠楠和潇潇这两个姑娘，而是王东。王东说什么也不肯尝试这雪茄的效果，霍宇浩劝说了半天他都不干。潇潇和江楠楠虽然也不情愿，好歹还是收下了一份雪茄，无奈之下霍宇浩只得自己多收下一份雪茄作为储备。王岩有些无奈地看着神态坚决的王东道，实在不愿就算了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储存一份比较好。王东用力地摇了摇头。不，王岩眉头微皱道，那好吧，我们下面来安排一下接下来循环赛的战术。先前我已经说过了，循环赛阶段将有3种战斗模式，以我们在第一轮所展现出的强势，毫无疑问我们这一组必然只有8支队伍，在其他人看来另外7支队伍争夺的只是一个出现名额而已，而我们应该是必然出现的才对。我们正要利用他们这种心理变化将战术安排得更加灵活，会有67支队伍进入循环赛，分为8组，其中有3组是9人，剩余5组是8人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小组赛中要进行7场，
每获胜一场得两个积分，输了无积分，平的话得一个积分。每天将有四个组进行比赛，两天一轮，七轮下来，再加上九人小组的加赛，预计循环赛要进行15天到16天的样子，大约在四轮。林洛尘将复出，如果顺利的话，第六轮循环赛时，马小桃和戴月恒也将复出，那时我们的实力就将会极大程度的增强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在小组以及小组对手。以我们的名声，循环赛也依旧是第一个上场。我的战术安排中，首要一点就是尽可能让小雨豪不出手。看着众人眼中流露出的惊讶之色，王岩解释道：第一场比赛，雨豪和王东都展现出了魂帝级别的修为，雨豪更是模拟出了六个十万年魂环，这确实夸张。只要正常魂师来看，这都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。但是我们是史莱克学院，这就让一些对我们了解不深的学院多少会有些误解。他们心中至少会想，如果史莱克学院那个年轻人真的是六个十万年魂环怎么办？这样一来，在循环赛的时候，只要宇浩和王东一直不出手，不被揭露出来，那么他们心中的恐惧就会持续，对我们的整体战斗都会十分有利。根据你们的修为以及我对你们的了解，我简单分下组。团战自不用说，依旧是宇浩以精神探测进行指挥。如果抽到一对一的个人淘汰赛，那么上场顺序就按照你们年龄的排名由大到小进行。个人淘汰赛并不是一个人上去只打一场，而是负者下台，胜者可以继续战斗，直到被打败为止，直到有一方的七人被完全淘汰为止。你们必须要小心的是对手的魂导师，抽到一对一比赛时，我也会尽量根据对方出场者的能力来决定出场顺序，你们只需尽力而为就可以了。最后一种比赛方式是223之战，一般来说是先进行两场2对2，然后再进行3对3比赛。如果两场2对2我们都赢了，那么第三场也就不用打了。因此我们暂定贝贝和江楠楠一组，许三石和何彩头一组，出战2对2，霍宇浩、王东、小肖三人配合默契，同时也为了尽可能不让他们出场，所以作为3对3之战的队员。徐三石一脸郁闷的道：王老师，为什么不让我跟江楠楠一组啊？我们俩熟悉啊，配合肯定默契。江楠楠杏眼圆睁：谁跟你熟悉？你少套近乎。王岩道：这是比赛，不是让你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你的能力与菜头更加搭配，你主防御，他主进攻，而江楠楠的灵动与贝贝的强攻也更加协调，他要是跟你配合，恐怕连三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来。平时一向很少说话的江楠楠连夸王老师英明，徐三石顿时垮了脸，但这是安排比赛，他也不好折腾。王岩道：基本安排就是这样了，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比赛方式其实是后两种，团战反而是最容易露馅的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比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方使用魂导器，魂导器在比赛中是可以随意施展的，有了第一战的经验教训，宇浩那种方式肯定不能重复。不过你的威慑力还在，而且在其他人比赛的时候，你那无形的精神探测也不要吝惜，为了学院的荣耀，我们现在只能尽一切可能战胜了。到时候我会进行临场指挥，希望你们能够贯彻我的指导。是。外院七位队员同时答应一声。王岩站起身道：今晚大家好好休息，将状态调整到最佳，不许外出，散会。众人纷纷起身走出会议室，当霍宇浩和王东一起走向他房间准备起修炼的时候，突然他仿佛感受到了什么，目光向楼道的另一端看去，只见一名相貌英俊，看上去14-15岁的青年站在另一端的镜头，正目光沉凝地注视着他。霍宇浩的眼神顿时冷了下来，
从对方身上月白色的劲装以及出现的位置就能看出，可不正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学员吗？你叫霍雨浩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笑红尘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那英俊青年向着霍雨浩抬起右手大拇指翻转向下。你，王东眼中冷光一闪，却被霍雨浩一把按住了肩头。霍雨浩抬起右手，拇指与中指相扣，在自己的衣服上弹了弹，皱眉道，哪儿来的跳蚤，真是讨厌，早晚碾死他。一边说着，他已经打开了自己的房门，带着王东一起走进了房间之中。霍雨浩的声音很大，新皇大酒店楼道的传声效果也是相当不错。笑红尘脸色微微一变，双眼微眯，并没有发怒，而是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。能够成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新一代的领军人物，他凭借的可并不只是实力，同时还有头脑。你拦我干什么？霍雨浩苦笑道，不拦你，我们等着吃亏吗？看到那人的时候，我就开启了精神探测，他似乎有所察觉，而且他体内的魂力波动远胜于我们，按照那波动来看，恐怕要是五环级别了。什么？王东大吃一惊。不可能吧，看他那样子啊，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，应该是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预备队员，能是魂王级别？不会跟你一样也是模拟出来的吧？霍雨浩说道，魂力波动是那么好模拟的吗？而且他根本就没释放出武魂呢。王东秀眉微皱，一双粉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几分担忧。预备队都如此，看来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。幸好作为上届的亚军，我们在循环赛应该也不会遇到他们吧。霍雨浩眼神闪烁，其实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五年之后，当我们作为正选队员踏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赛场时，他竟会是我们的对手啊。今天他也是魂王，那么以他的修炼速度，五年之后呢？王东不忿的道。可我们还年轻。霍雨浩道，但大赛给我们的时间却都是一样的，来吧，我们要更加努力了。其实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浩东之地才对，我因为受到极致武魂的限制，三环之后修炼速度可能会有所降低。笑红尘的出现确实带给了他们紧迫的感觉，两人直接坐在床上，四手相抵，开始运转浩东之力。伴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王东的洁癖已经越来越少的用在霍雨浩身上了。温和的玄天宫魂力与王东的光系魂力交织在一起，迅速汇聚成了浩东之力的洪流，开始在两人体内运转开来。伴随着王东的修为突破三十级，霍雨浩修为也达到二十七级之后，他们在联手运转浩东之力施展魂技的时候，实际威力已经能够和四环魂宗级别的强者相比了，这就是武魂融合的巨大增幅。而在修炼过程中也是如此，修为越高，运转的魂力越强，修为提升的速度自然也就越快。使用浩东之力修炼，就相当于他们是在以四环魂宗级别的速度在前进，修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。霍雨浩突破27级不过十几天的时间，现在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有接近27级中段的趋势了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30级之前一个月突破一级不是梦啊。而王东的修炼速度也是丝毫不慢，他的身体对魂力的承受能力似乎还要超过双生武魂的霍雨浩。魂力运转时毫无阻滞，实力也是每天都在进步。开学几个月来，他已经突破了32级，正向33级的瓶颈冲去。以目前浩东之力的辅助，最多一年半他就有可能突破到四环。目前史莱克学院外院二年级魂力最强的无疑是戴华斌，修为高达37级，但王东现在越来越有信心，最多两年时间就超过他。
相对来说，反而是潇潇的修为提升略微慢了一些。不过，这也和他正处于即将突破三环的瓶颈有关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第一轮淘汰赛终于结束了，而星罗城内观战过的观众们情绪也已经完全被调动了起来。每天深夜都有人提前去排队，因为星罗广场虽然面积宽广，但容纳终究有限，完全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，以至于为了控制排队的拥挤，星罗帝国官方理所当然地提高了入场费用，又是大赚一笔。当然，最终这场大赛的奖励也是星罗帝国出的，每一届大赛也都是如此，但对于奖励却没有明文规定，只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把自己的面子践踏，总是会拿出一些好东西的。